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陀渊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1132集，蠢也能蠢得闻名京城。御书房。永兴帝看着内阁奉上来的折子，上面写着捐款的各项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如何推动捐款、制定标准、对自称两袖清风的官员进行财产清算等等，洋洋洒洒写了千余字。批阅折子并不比看书轻松，因为很多大臣递交的折子里藏着陷阱。如果不想被文官当猴耍，皇帝就要敏锐地觉察出折子里的陷阱。在这方面没人能帮忙，因为坐上这个皇位后，满朝文武都是敌人。永兴帝推动捐款是为了赈灾，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出纰漏，所以看得格外认真。这时掌印太监赵玄振匆匆进入御书房，低声说道，陛下，太傅病了。永兴帝目光从折子挪开，捏了捏眉心，继而问道，病了，太傅年事已高，是不该如何劳累了，去御药房取一些补气活血的丹药给太傅送去。赵玄振应诺，但没有离开，他接着说，太傅说要辞去官位，不教小主子们了，请陛下另谋高就。他想去徐府当先生，教导翰林院庶吉士许新年的幼妹。啊！永兴帝大吃一惊，摸不着头脑。掌印太监赵玄振说道，太傅的意思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教育那孩子，不能有任何分心，希望陛下能理解。永兴帝露出郑重的神色，身子微微前倾，诧异地追问，那孩子天赋异禀，才智出众，让太傅起了爱才之心。有意思啊，就算是当年的怀庆，太傅也不曾这般对待。你说这许家真是满门英杰啊，前有许其安，后有许辞旧，没想到一个小小女童竟也不是池中之物。说完，他见赵玄这一脸僵硬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模样。嗯？永兴帝用一个鼻音表达疑惑，陛下有所不知，太傅是被气的。赵玄这小声把上书房发生的事儿转述给永兴帝。这永兴帝长时间没有说话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好一会儿他说道，把那女娃子送回徐府，朕写折子安抚太傅，这段时间不要让太傅离宫，好好看护着。赵玄振应答，嗫嚅着，留得了一时，留不了一世。永兴帝沉默许久，缓缓开口，朕会给徐府下旨，禁止他们让太傅登门。打发走赵玄振，永兴帝喝了一口参茶，回忆起刚才掌印太监说的事儿，啧啧连声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，朕不信世上有如此蠢材，得空了朕要亲自试探。车轮淋淋停靠在徐府，小豆丁背着小书包从马车上跳下来，小布包鼓胀胀的，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，这是他从怀庆那里讨来的糕点。许新年随后跃下马车，面无表情地往府里走，小豆丁双手别在后腰两侧，低着头冲进了府，在门口位置被绊了一下，啪叽摔在地上。倒了，他昂起脸看着许新年，许二郎俊美的脸庞抽搐了一下，然后
他拍拍屁股站起来，护着小布包里的糕点，谨慎地看着许二郎。嗯，许二郎皱眉看着他。小豆丁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二哥，突然害怕地逃走了。许二郎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一路上他没给凌音好脸色看，愚蠢的妹妹以为他在觊觎糕点。证据就是他摔倒后自己没去扶。一路进到内院，看见母女俩大眼瞪小眼，婶婶气道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又被赶出皇宫？徐二郎点头，你。婶婶气得胸脯剧烈起伏，咬牙切齿，怎么回事？徐二郎无奈，凌音把太傅气病了，等明儿啊，他的大名会传遍整个官场儒林，所有读书人都会知道，学富五车、儒林威望数一数二的太傅，竟被一个稚童气得卧床不起。婶婶身子一晃，瞬间想到很多，脸色发白。凌音将来还怎么嫁人啊？徐二郎也气笑了，埋怨道，还不都怪娘啊，凌音又不是读书的料子，您偏不甘心，一门心思想要让她读书识字当才女。婶婶悲从中来，甩锅给二叔，你瞅瞅她这憨包样，都是随了你爹的，她要是随了我，小小年纪已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我有好好念书的呀。林音一边吃着宫里的美味糕点，一边委屈地说道。徐二郎捏了捏眉心，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儿。此事传开后，林音可能会成为某些想扬名立万之人眼里的香饽饽。太傅以郭子健读书人的身份温养出浩然正气，在文坛是魁首般的地位，连太傅都启蒙不了的孩子，如果被哪位成功启蒙，岂不是一举成名天下知？在没真正见过凌音之前，没人会觉得自己连一个稚童都搞不定，那时必定蜂拥而至，登门拜访者不计其数。蠢也能蠢到闻名京城，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？徐二郎头疼地捏了捏眉心。次日清晨，李灵素前来敲门，木栓划开的声音里，房门打开，他往里看去，许清安站在窗边喝着茶，木南枝坐在桌边控制着小狐狸，正拿着一根猪鬃牙刷给他刷牙。小白虎发出痛苦的声音，四肢时不时的乱蹬一下。别动，要好好刷牙，不然嘴巴臭。我不臭。小白虎习惯性的抗争一句，似乎习惯了这样的事儿，反抗力度不大。这是当女儿养的呀。李灵素心里感慨了一句。徐前辈，伙计在楼下准备好早膳了啊。他这声徐前辈叫的没有以前那么有诚意。小白虎趁机摆脱木南枝叫道，饿了饿了饿了，边说着边吐出泡沫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